放下平板讲义。不行啊，我写在上面呢。哦。今天的主题是高中生现在都在听什么笑话？不是，好不好？对，就是今天的高中生代表 Breaking。哎，这第一集啊，因为他的表现决定有没有第二集。有一只鱼啊，它住在深海里面，然后它每天都无忧无虑的游泳，但是它过得并不快乐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它压力很大。啊！完了！半汤如果变什么？哦，不要讲啦！QQ 软糖哦，我喝了一碗鲑鱼汤。鲑鱼你们知道是什么吧？鲑鱼汤。你在跟镜头对话吗？然后我喝完之后，他们就在我胃食道逆流。我干！因为鲑鱼会逆流。干，好冷哦。我们都知道刘备字玄德，那你们知道五百字什么？五百字读书心得。干！我要。有一天，那个瑞德，他换了那个 IG 的头像，然后他就问那个 Breaking 说：“欸 Breaking， 你觉得我头像屌吗？”我就说：“像啊。”各位，满分10颗星，对于 Breaking 这次的表现，好不好笑？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